知不觉我们一起牵手走到现在，此时的我脑海中当年第一天认识你的场景历历在目，在很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相遇，言谈中发觉宝贝的不一样，而这不一样深深吸引着我，如此的善良真诚，为人着想，从前至今站在面前的你不曾改变。亲爱的麦宝，好感谢上天安排我们相遇。老婆我爱你。一路上吵闹，想不到也一起决定要迈入下一个阶段。好爱我们渐渐长成适合彼此的样子。你说世界上没有一对情侣百分之百的适合对方，都是不断的去沟通后取得共识走下去的。我们未来就是一起把日子过好，未来的生活请多多指教。爸妈，这么多年，您们真的辛苦了。请不要担心，我会把这个家庭照顾好，与瑞轩一同好好的生活，一起好好孝敬你们。我的爸妈，我爱你们。钟伟敬上。一起去面对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他们真的是你们当初告诉我，男人要找一个负责任、有肩膀、心地善良的人。我爱你们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成为我未来另一半，我的挚爱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妻子。我会好好学习当个好丈夫，每天带给你满满的幸福，
一起构筑幸福未来。